北轩那是非之地，你早日离开也好。早日离开，我看是趁早离开吧。 王爷昨日可是忙得紧啊！昨日本王只是歇歇的早。你没有看信吗？他去给那个云四送完信，就看到云四出门了。想来是去赴王妃的约了。我自然看了，本王才不愿。 才不愿看你和云四卿卿我我。昨日你何时回府的？子时。那云四居然将你留得那么晚，也是有心了。 是啊，所以我特意来告诉王爷，我要跟二哥和云思回心愿去了。想必王爷也希望如此。本王何时？这把小弯刀，就连你失忆的时候，也一直是随身带着。想必对您很重要吧？是云思送的。 一个对我舍命相护的人，自然值得我惦念。如此甚好，你当真？ 我说姑娘，这哪个有情人会在这种日子爽约啊？兴许是人家公子哥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。我问你。
堂堂北宣资王，可会轻易爽约？自然不会。我答应过你，会尊重你的选择。北宣乃是非之地，你早日离开也好。看不见的你，在心上。早日离开，我看是趁早离开吧。你是水中的鱼，这些日子谁都别太靠近，让你待在王府。然后梦境回敬你了。想来你回到西域，他定能守护好你。凭什么有相聚有分离？都是你，依然是你，依然是你。凭什么那瞬间那颗心？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无人挂念的地方。为何不留住王妃？既然他心意已决，挽留只不过是给他徒增烦恼罢了。何况本王早已言明，会尊重他的决定。北轩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云四，那个西越国的使臣。是他为了李明月，竟然是一副连命都不要的样子。哼，有趣。本来还想借着西越公主玉溪一事参他一本，现如今他不仅评判不力，连家事都管不好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，资王妃与西越使臣暗通款曲，兴安城上下议论纷纷。哼，本王都等不及看这一出大戏了。若你不是真心待我，为何要吃我做的糕点？为何要替我恢复记忆？为何要不顾性命替我清理剑毒？又为何？切，你这个大骗子！白麦郎，白麦郎，他救你性命是为了维护北宣和西月的邦交，助你恢复记忆也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，与你并无情谊。白麦郎，你为何还不明白？由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对你在意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安麦拉，我们把北轩的一切都忘掉好不好？你没有来过北轩，
你没有被凯尔比催眠，你没有见过丽倩，你没有叫过人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个汐月最美、最自由的公主。你既然都已经想起了我。 我愿意跟你回西域。当真，艾玛拉。这两日，我便收拾行李。太好了，艾玛拉，我这就去让凯尔比准备。你来自西域。 你告诉本王，这催眠后的感情，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？我用一生一世一鼻子写你的名字，望着暮色余晖流转心思，换我用你。 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就不信了，凭借老娘闯荡江湖多年的魅力，我还抓不住他的心？前生的印记，消失的风景，花动如期。 触手不及，你比这整个永恒的秘密，那是谁的谜？身披洗白衣的你，相遇在喜剧人群。 千缠丝花过天际，摸不着也看不清。下一场蜿蜒曲折剧情，用生全年藏身的人名停在这里，云淡风轻，那全部都是为你。我走后。
你如何跟皇上交代？不必忧心，本王自然会向父皇陈情，定不会因为你我之事影响西岳与北玄的邦交贸易。此去西岳路途遥远，保重。有塔莉照顾在侧，放心。看来是本王多虑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吗？决定回西岳以后，便再也不曾笑过。您还是想留下的吧？别说了。世间真的有命运这种东西，它会捉弄人，让人无法左右。公主，别的坦丽不懂，但若是我们真的回了西岳，北玄的皇帝真的会放过您吗？好不容易和康乐公主相熟起来，您舍得她吗？还有，若是我们真的回了西岳，会不会有人拿您和亲友逃跑的事情来取笑您呢？还有王爷，别说了。头疼。为何不重新再选选呢？明明您更爱王爷呀。我选都选了，还替他做什么？快收拾行李吧，再迟一些，我怕我又要动摇了。那不走不就是了？公主，这是围猎时王爷送给您的，还带吗？不带，都不带，凡是有关于他的，统统都不带，免得给我心里添堵。公主，北玄和西岳相隔万里，您真的不留点东西，留个念想吗？
既然都分开了，还要这些做什么？我李明月，不，我艾麦拉，来时是何模样，走时也该一样。可是公主，您和王爷的东西真的能分得那么清吗？别想这胭脂是你们大婚时皇上所赐，那究竟是你的还是王爷的？化作云烟，我在山水之间，花寒指间边，不知情有几间，多不舍，多坚决，都已是烟一半不就行了？昨天思念一圈一圈似水流年，你我一遍一遍情深缘浅，心愿一天一天山高路远，我等你回头见。回西岳吗？九哥是真心舍不得你的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他都不曾开口挽留我，我若是留下来，倒显得我自作多情了。哈，明月，其实想想，你回西岳也挺好。你不是一直不太习惯北轩的饮食吗？回去好生吃喝个几天，过几日再回来，就当是省亲了。是啊，九嫂，有空回来看看。此番回西岳，路途遥远，也不知何时能回来。但能认识你们，也不算白来了这一遭。九嫂，无论如何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九嫂。艾麦拉，该走了。你二哥已经在前面的镇上住下了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明月，这是阿珍让我给你的，途中有何难处？
锦囊中自有妙计。明月啊，你此番走了倒好，可是康乐更要变本加厉地折腾我喽。你们多保重。九嫂，若是以后后悔了，可定要回来。安排了，看天色已变，恐有大雪将至，趁现在上路吧。有好酒喝都不喊我。他应该已经出城了，你为何不去送他？你这副样子，比起送他，自然是来陪你更为重要。你看这雪下得如此不干脆，既可笑又孤零零的。你身为堂堂王爷，怎的竟去笑这雪呢？即使本王身居高位，一样无法保护身边的人，不是和这雪一样可笑吗？你可知真正将明月拱手送出的人正是你自己。我倒觉得明月更为可怜，要跟一个不爱之人共度余生了。是他自己选择了云寺，定然是爱他。本王答应过他，尊重他的选择，又怎会推开他呢？你为何如此确定他选择的就是云寺呢？这上面的字迹虽已模糊，但依然能够解读。更何况那儿他亲自来告辞，说他选择了那人，不日将会回西域。你说这写的是什么？我心如石，莫待归时，明月不见，勿念。果然，若我这么解呢？我心如君，某时相见，不见不散，勿忘。你看到坦丽将给云思的信掉在地上，你便认定他绝不选你，所以
在信中你便只能读出拒绝之意。本王，本王难道真的误读了含义？既然你对自己失去的记忆都不肯随意敷衍，明月在你心中难道就不比那些记忆更重要吗？本王去找他，问个清楚。只怕是，怕是他们已然走远了。未必。你何出此言？我已让金玉拿着一个锦囊交给明月，言道若中途遇阻，可往西行城郊一亭避雪。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无人挂念的地方。你可知，真正将明月拱手送出的人，正是你自己。全部。